炎亚纶键盘带着跑，叫他3C哥。吼、哦，炎亚纶搜个身，眼神这么杀，干啥呢？我看那个工程扣户。哎，麦闹啦，还是快来介绍全身行头吧！马上就掏出一大包，这一包一整袋的里面大概有我的随身的像面膜啊、眼膜啊，在坐飞机的时候可以用。那特别要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，就是我很爱白球鞋，而且我的球鞋一定要非常的白亮，所以呢，只要一脏我就很慌。但是这时候就有这个东西，极白。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的他，还真的很弱。因为我常常会胃痛，所以呢，有带一些胃药。对，胃药。然后爸爸又是医生，所以会放了一些有的没有头痛药啊、发炎药啊，都在这里面。接着他立刻购物专家上身，非常轻巧。折叠起来之后呢，他还附赠一个套子，专门给 iPhone 使用的那个键盘。但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，这是我第一次用，所以我不太清楚它要怎么用。然后又是耳机又是喇叭的，是唱歌的呀。最后掏出神奇小雨伞，他说可以防偷拍，就是适合一个人撑，所以你也不会就是被苹果抓到的时候，绝对不会有两个人撑的画面。苹果娱乐新闻还蛮实际的报道。